大家好，瑞婉です。好，今年2022年4月1号愚人节的特别卡啦，就是我们这一张啪啦啪啦三兄弟啦，啊，非常非常的有趣，尤其是他们的必杀动画真的是有够搞笑的，然后效果的话其实也算不错啦，三回合防御力大幅上升，然后超特大伤害，一回合除自身外攻击 25% 提升，啊，不过这个不肯定是不可能让他去扛一号位的啦，基本上这一轮是打算带他出来用，可是就把他摆在三号位这个样子。然后他本身的被动，自身气力加一，防御 120% 提升，然后除了自身外，我方攻防 25% 提升，然后在1号或2号位气一起得的话，自身的气力加 2， 然后除自身外的我方前沿攻击 25% 提升，在3号位气一起得的话，自身的防御力 120% 提升，我方前沿气力加 2， 防御 25%， 如果把它放在3号位来用的话，其实可以对队伍造成25% 的攻击加成跟 50% 的防御加成，非常非常的优秀啦。然后最后一点其实不是什么重要啦，这个战斗路比较有用吧。GT Hero 类别的敌人存在的时候，回合开始是高确立敌方全体的必杀封印这样子。然后类别什么的就随便吧，就这三条罢了。Special Pose Dragon Ball， 这个龙族探险者，然后这个 Combination。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这次想把它给拿出来用一用啊。潜能点这边因为太攻击太烂了，所以就直接20连击跟 6回避就算了。OK， 那么这边就组了一个龙族探险者队啦，放在3号位来使用这一张，那么就 GT 悟空传さてと行きます。这样子的话，在龙族探险者队来说，辅助方面就变得更多啦，算起来还蛮 OK 的啦，哈哈。OK， 前期这一边的话倒是怎样都可以啦，嘛。好的。就这个样子。这样子的话，这一个队其实总共有三张辅助，不过目前可以跟 GT 三人组做到很好连接的角色，在他自己带队的情况下就不是那么的理想啦。这个是比较可惜的。然后这个蜜蜂盘，蜜蜂盘连接就不错，蜜蜂盘传说之力啊， GT 啊，赛亚人战斗民族赛亚人吧，还是赛亚人之血之类的，反正就那一些。等一下，等 GT 三人组出现过后才来看一下，我都忘记了，我只记得他们连接还不错。哎，这一发下来没戏，哦，九万七好痛。My god，OK， 这边的话我们就这个样子吧。辅助加防还是辅助加攻？辅助加防好了。等一下。三号位才有哦，三号位才有补气，这样子的话他去三号位。OK， 三号位的话吃到气翼，自身防御力 120% 提升，然后还可以辅助我方全员呐。目前是9万的防御力嘛，等下吃到足过后会提升 120%， 那么就有差不多将近20万的防御力，在开必杀过后再增加 50%， 那么就将近有30万的防御力。这一位的防御力其实还蛮强悍的啦。219万没有任何连接的大王，变身大王也是惨惨兮兮。OK， 不过没关系，等一下等那个加利克朱涅过来，那么就算是有连接啦。423万，只要一，有辅助之后就是不一样啊。好啦，哎呀，没有机会让他出手哦。等一下，下一轮一定要找机会给他出手一下，要不然打妹得是。OK， 目前的话，7万8、9万，24万嘛，是不怎么搞啦，没什么太特别的。好的，那么这边 ，no， 嗨，123万，这个是来自基纽特战队的辅助，哦，是要，500万。哇，现在这个 GT 三人组也算是冲上来了啦，也不知道他几时会极限阵，毕竟四周年的超市悟空跟超市北极大都已经获得极限阵了吧，会不会等到时候出 baby 的时候就把他给拿来做极限阵啊，因为
还蛮符合的啦，在他们的那个条规内，应该说主题符合啦，主题上还蛮符合的。好啦，你全部打这么快的吗？哒哒哒哒哒哒。OK，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。有柱子就可以了。哎，这一轮的话是只有极细的辅助了。那大王这边老实说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哎 ，Boss Carrier 连接来的就是不一样，452万，然后再配上极细40%攻防辅助，哇，直接凶猛无比。死哎！哎，加里克兹涅187万，哇，这张的话它是攻击无限大幅上，哎，无限上升啊，攻击无限上升，不过就普普通通。过了这么久了。我这边的话，因为他的 boss carry 这条连接我还没完整的连上去了，所以也就不怎么厉害了，还不厉害。OK， 哎，这样子的话，那个谁没什么机会触手哎，妈的哟！哎，要不你们直接打爆他好不好？打不死这样子，我很难办哎。OK。还是这个样子好了，暂时也是有三条连接了。那稍微这样子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效果，看一下它的那个战斗效果。战斗必杀啊，反正九万的防御力也不算太低了，不要被先攻必杀说话是 OK 的。嗨，啪啪啪，噔噔啪。超级好笑，超级有趣，有没有大家？非常非常有趣啊！啊，干地上来了，妈，就这个，就一回合，我呼25万，好痛。不过这个攻击就让我们的 GT 三人组直接强到爆，660万，死哟 ！OK， 好 ，Nice， 妈，不过这边来说就。比较麻烦一些些，看一下哈。哦，哎，不过有回血倒是 OK 了，哇，35万、21万，然后 Boss Carry 这边是连上来的嘛，这样子的话倒是可以随意一些些啦。OK， 这样的话不太需要回血，我们直接来。哎，啥的，福利加什么？547万。哦，好的，哎，必杀在这边，啪，7万7，哎，不痛呵呵，竟然那么的不痛。OK，Boss Carry 连上来，我们的加里克兹涅，哎，加里克兹涅攻击力也算上来了，262万，而且是无限叠嘛，无限叠会越来越强。嗨，金土圣代。Tokusendai， 不记得有没有他的，他也是有这个主题曲的，超级有趣。OK， 那虽然说只有11万的防御力，但也算不错啦。直接打过去了，那反正主要这一次就是带出来看一下他的必杀技吧，哦，蛮有趣的，应该说非常非常的有趣啊。550万，好的。这边被轰爆，我已经无憾了。OK， 然后啪啦啪啦三兄弟才27万的攻击力，哦，这个低到老塞，完全没有攻击加成的那个角色，哦，好痛！怎么你不要二连必杀呢？痛！OK， 这边他开了必杀之后，在后续的攻击加成25%提升嘛，哎。OK， 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哇，好犀利！不过打到这边应该也算是差不多了啦。早知道就选容易一点的关卡，我干嘛选到这么难的关卡？自己找事。OK， 弗利达三嘛。那不过因为多了这一张辅助来说，怎么说？这一个类别啦，算是更加好用一些些啦。
因为他的辅助确实是很猛，25%的攻击，50%的防御，再加上两气的提升，整体而言是很赞的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嗨 ，Busto， 不 Busto， 没有，哦，好痛。OK， 这边的话，他还是继续走回三号位好了，要不然的话真的是随时随地就暴毙了，好痛哦。蛮搞笑啊，不过这个50%防御力提升上来就是很赞啊，真的是赞，你直接加在基础上面嘛。OK， 所以啦。このゴールドンフリーザー様ですよ。那应该是死不去了，28万13万。OK， 顺便来个 Dokkanmon 直接炸掉它好了，快速。嗨，然后第一次完成金佛变身的话，必定会心嘛。嗨。那也不知道几时会再出多一张跟 GT 三人组比较好连接的角色，那还蛮期待的。可能就是GT 大特跟阿潘组成双人组这样子。这样的话，手法还蛮 OK 的啦。Yes， 好烂哦！喂，这边被红爆吗？如果是被红爆就算了，不过是47万，哎，别戏，我被死定了！想不到队伍的血量这么高。哦，57万嘞，队伍的血量还蛮高的，这怎么的？这一张哦，这张的血量有到13000，还行。怀疑那边就 end game 了，结果还可以继续下去，那么就继续把它给打掉吧。潘将的主动技，我想说就留到最后的最后吧。嗨，500万，死了啦！哈，还是没戏。那我自己这张虽然说是开了三路了，可是目前来说还是不好用，只不过这队伍内多了一个辅助就还算是很不错的事情啊。拿去 combination 里面就没那么好用了。OK， 大王现在是43万的防御力，哇，这个辅助加上去，威能不一样啊，威能。只要拿，而且就算是没哦，因为他本身也是极细的关系，还吃得到10万，这样吃了足过后变成22万，最后哦19万还行啦，然后最后的那一位开了必杀之后，开了必杀之后稍微算一下哦，加都50%嘛。哇，好高哦，差不多33万这样子，如果可以二连击就40万的防御力了，好高哦，真的是猛哎，可以哦，就防御作为一个辅助而言，它已经是很称职了，哇，34万，可是我相信弄不死这只大猩猩哦，嗨，133，然后尼克，笑眯眯哦，哎。真的是太有趣了啦！哎，来潘将950万，来个回血。哎，56000，越来越回不到血了，没有彗星就回不到血了。这边的话啊，不是太好哎，这个样子好了嘛，反正开个 wish 就可以了嘛。
开个 wish 就解决问题啦，这么简单。嗯，哎，嗨 ，OK， 这边快速过渡一下。我这边两个辅助，我们看一下大王可以打出什么伤害。633万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十个一家。早知道我带一个假弓道具了，我想不到这次可以这么猛。654万，哎，愤恨的一拳，痛，呜，有。所以这个慢慢慢慢叠拱，慢慢叠拱，其实也蛮猛的。嗨，89,哈哈，轻松。果然啊，这个基纽特战队作为辅助，就普普通通，还是在他自己的那队伍内比较强。哇，在自己的队伍内简直是强到炸。到了没？这个样子，最后，嗨 ，Nico Nico， 哈哈 ，Nico Nico Ni， 没办法，最后的那个笑容真的是摆出来的那个姿势才够好笑。哎，潘将，不过很可惜啊，这个蜜蜂潘没有一点点的攻击加成。可是要不然攻击加成太高，他的那个回血能力又太强哦，535万。哎，好的，他们这个啪啦啪啦三兄弟站在一号位，然后开了必杀之后，我靠，嗨嗨 ，kick kick， 嗨，那个悟空的眼神才好笑，一脸不爽。OK， 这边的话，照旧呗，死了就算了。嗨，不过大王的彗星的触发力，嘛，反正都是这个样子啦。My God， 嘣，哦，来了，才讲完罢了，他就出了280，少了辅助，跟 Boss Carry。这张的话，他的那个连接还在连着 ，Muscle 已经 level 8 level 9了，还差了一些些了。嗨，有，可是打不死。Yok nai。这一轮解决掉你应该是可以啦，有这个基纽在，基纽的攻击力这么猛，不过整体这样看下来，那一个巴拉巴拉三兄弟带给这个 GT 三人组的效益还大过基纽诶，那个才辅助25吧的喂。好啦，那么这边的话，哎，当然就是 Wiz 啦。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，最后这个样子，哎。哦，还好有开那个 Wiz， 要不然就是一发龙拳直接带走。那 extra 50% 的防御力，完全没在怕你。啪啦啪啦三兄弟真的是可以啦，有够给力的。这么烂的队友，我们都打得过。一直游走在死亡边缘。哎，
Dance， 哎，你这么回避掉我的攻击，我还要看完整段的披萨动画里。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披萨动画，我还以为是那个每次游戏不是有那种开场的 promo video 这样子，我还以为是那个 promo video 来。这边的话，哎，还没到那时刻。妈的妈的，等下一轮啪啦啪啦三兄弟移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才来开番将的主动机。哎，385万，这么低的吗？Yes， 啊，买一个。48000，都超必杀了，还这么低啊？这样潘江带给他的价效益好像没有到很高诶。哎，战斗力真的是不强。OK， 这边的话，对了，这个他的超必杀是我方攻防30%提升嘛？有，应该是不太需要 extra 的加攻到击杀这样子。277万。大王657万，打到后面，队伍内输出角色太少的时候就好痛苦哦，打好慢，小，六根，啪。7万，还好。OK， 好，来到了这个样子的连接。然后，如果是这样子，是四条，多了一个精确的辅助啊。再来判奖。OK， 这边的话是9万的。OK， 然后开一个蛇姬30%的减伤，哎，然后让啪啦啪啦三人组来帮忙做一个，要不然就开两个啦，60%的减伤保险一点，因为我怕被打死，还来个 Nico Nico 的笑容，哟，叛起。放弃 ，kick 104，哦，二连击 ，come on， 啪啦啪啦 dance，yes， 哎，好好笑，他们的披萨动画真的是有够搞笑了。OK， 这边前面两次25%，哇，923万，死哟，哎 ，come on， 刚刚被逼跳舞之后，俩起来。够了，够本了，甘愿了。我不喜欢。哇，真的是被他笑死啊！不能，真的是顶不住，顶不住了。哦，又是一个都看不的，骂，这边被 end 掉就算了。我真的是会 被那个啪啦啪啦那个三兄弟笑死啊！那必杀技，哎 ，sparking， 不过是在吉牛队长身上是蛮浪费的，就是了。刚才忘了这个都看我了，应该让大王上去扛才是。骂，不过也无所谓啦。
好，攻防 extra 30%提升马位，后面两位366少了 boss carry 超级战这些连接，可怜。好啦，Liu Ken， 天啊，哦，35万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不过无所谓了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就全部解决了，大家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很有趣啊，啪啦啪啦三兄弟，大家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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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逼跳舞的三人组，然后就俩起来攻击，好有趣哦！这个顺位摆在一起，好好看。呀呀呀！不过花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，就是啊，哇，干嘛要选了这么个难的关？自己找事。就是这个样子了。那这张算是一张非常好的辅助了，在它可以在的三个类别来说的话啦，combination 特殊姿势跟这个龙族探险者，然后其他的话就相当随意了啦，老实说，就等一下了，看 GT 三人组什么时候可以极限上来，然后有这个啪啦啪啦三兄弟，然后帮忙，就整个强度就上来了。喂，这个加载是怎么回事？完全走不停的OK 啦 OK 啦，嘛就不管他了嘛。这一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还没订阅的朋友麻烦帮忙点个订阅，谢谢，じゃあまたね。